回到幼董身上，你刚刚特别提到，在这个情势里头，郭董的一个为难。问题是，无党一身轻啊，啊你马人韩国也不跟你见面，对不对？你都没有任何给他一个机会见面，有这么难吗？来，幼董来继续来。我觉得现在既然战场已经转移了嘛，好，就是说，既然董事长他已经没有要选总统了，那我觉得战场就是转移到立法院。那立法院，我相信这些小鸡他需要的是有人庇应嘛。哦，所以如果说今天能够庇应他们的人就不存在，或者说我们现在要去找的能够见面的对象，或应该就是要选择那些有基本能够庇应大家的嘛。如果说我觉得是从未来想要再推动一些事情的方向来看的话，一定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今天你说我们跟柯市长可不可以合作？当然可以合作，对不对？你说跟其他的这些，他有心理准备，对，第三未来柯文哲的言行，他盖棺承受。我觉得应该擦枪走火，应该盖棺承受。所以我们说，我那个柯市长上次有说啊，要把那个郭台铭列为什么他们第一不分区什么不分区的第一名。我觉得这个是不太柯文哲说求之不得、啊，这个是绝对，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既然我们已经无党一身轻，我们也不会去成为什么样的政党的这个等于说什么不分区。更何况，我觉得董事长他的心念也不是在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是不是承受什么？我觉得那是将来对于说大家整合出来，是不是在政治上能够有一定的理念。但是我觉得，对于说你今天最后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在立法院要达成这个目标，的确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类似像蓝或绿这么大的一个人数哈，能够真的有自我去达成这个任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小党之间刚刚讲了，一定是有矛盾，而且甚至有立场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是要需要靠智慧的。那也这个小党将来要推动什么，也一定要靠另外两个比较大，虽然可能大家可能不过关的几率很高啦，但是这件事情将来一定要协商。那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是你在选前就开始做这样子的工作，还是说你选后以后看局势来做这样的整合？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路线。所以我觉得在郭董上抛出一些觉得说不管是橄榄枝也好或者想法也好，可能会遭遇到蛮多的反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郭董事长并不是在交换他个人的政治力。那你怎么看韩办的发言人说他们目前为止没有规划要跟郭董见面，这叶元之讲的，你怎么听？你怎么看他这样想法？他们等于说，我觉得没有规划跟你们见面。应该这么讲了，应该提的这个条件呢、啊，我刚刚就讲嘛，大家开的船，其实在一开始开的船就长得不太一样哈、哦。那他们有没有上望董船，我们是不晓得啦哈、哦。那这两条船有的时候好像有在开在一起，有的时候又开的好像也不太同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懂说到底他们大各自就是开哪一条船。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船呢，就是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上那条船，大家就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至少你的立场上不是太偏颇。如果你已经跳船下来。我可以顺势把你接下来，但是重点是说这件事情从初选开始到初选过后到什么，其实这个立场我们一直没改变过。坦白说，我们从头到尾，其实郭台铭董事长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去批评。我有个问题要跟你请教，来，赵玉晓老师，你先来，我有个问题跟你请教，你等再等我一下，来，赵玉晓老师，我觉得、这个时空点啊，看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我还是有点错乱。什么意思呢？仿佛啊，今天呢、的节目是在1月11号晚上在播出，虽然选举还是有些变数啊，好像我们已经在回溯这条选战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哦。我的看法非常非常简单，叫做没想到。什么叫没想到呢？去年在11月24号的时候呢，国民党的人还有吴敦义还有韩国瑜，我觉得他们都太乐观。什么意思呢？国民党的人犯的错误是什么？他不知道这场选战是怎么赢的，赢得这么的离谱，或是这么的摧枯拉朽，所以使得国民党在乐观之余呢，完全忽视了去检讨这个党的体质。我之前在节目上说过，这个党的论述，这个党的核心价值，这个党跟社会之间的距离，这个党的世代交替，还包括这个党的两岸论述等等等等，所以他都无需去做这个检讨嘛，所以太乐观。那吴敦义是什么？太会算。如果吴敦义在年初的时候就举办秉公处理所谓初选的问题，那么现在代表国民党出来的恐怕是那时候民调最高的朱立伦啊。对，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是韩国瑜啊，太膨胀。如果韩国瑜啊乖乖认份啊，不要代职参选，在凭他的高人气，在朱立伦出来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呢全省走透透，他还是保持持赢太保这样的一个态度嘛。但问题在于我刚才说过了，国民党太乐观，吴敦义太会赚。吴敦义利用党主席自己内场的优势，从呢参赛者
又变成呢球员兼裁判，后来呢又变造王者，后来呢现阶段呢又想要去调整自己的角色，这一套剧本啊都要在呢刚才我所说的状况之下才会出现。没想到哦，什么意思？国民党有反省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普困难赢那么多嘛，吴敦义呢基本上大公无私，把主席的角色给演好。对不起，他太会算，他也想太多，总是希望在这个角色的过程之中呢捞几把政治资本，或是为自己未来做铺路。那韩国瑜呢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不垫垫自己的斤两，或是说呢就考虑把自己的这个角色给做好，做好做满是你自己说的嘛。所以这一切的悲剧早已注定。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讨论说有两条路线？为什么？因为刚才这些要件呢在这短短的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多啊化学变化，更不要说还有习武典讲话，还有香港反送中，这叫做呢捡到枪，或是呢根本对国民党来讲这是啊黑天鹅跟灰犀牛嘛。所以我刚才说非常感慨的地方是说，这一路走来本来剧情不是这样演的，本来结果不会是这样子的，不会发生在各位想想，是99天，候选人到现在不讲政策，也不讲论述，还在呢世纪首航啊，去扮演啊 ，OK 反串啊，卡通漫画里面的人物。请问对韩国瑜来讲，他只要回归，虽然呢他的选情基本上是比较不乐观，但回归基本面是什么？他多请教一下廖达奇廖教授嘛，跟国政顾问团嘛。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听懂他现在的论述政策是什么。还有一个消息说他下个月要去访美，你要去美国访问知识体大，对不对？美国人一定问你一个最基本几个问题嘛，美中经贸大战不知道韩先生你有什么看法，两岸论述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对美军购你有什么看法？难道韩国瑜去面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些官员的时候告诉大家发大财，说啊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说啊在太平岛挖石油是不是我的政见？这显然基本上知识体大嘛。好，那吴敦义的问题最可笑嘛，这一切也都是吴敦义造成的。为什么呢？当情势好的时候，简单，吴敦义跟韩国瑜他们什么说难点叫分赃。请问这件事情有没有引起国民党其他人的不满？我相信有一次我跟徐宏庭同台，他不好意思直接点出来啊，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为什么不办初选，你为什么要发明十多套的初选的版本，最后呢再把韩国瑜弄出来，最后再把这个郭台铭先生给请进场。那现阶段叫什么分家，本来是要分赃的，现在变成叫分家。那最我要说的地方是啊，正因为这些局势哦有这样的变化呢，反而让郭台铭董事长握有战略输入的角色。我必须要讲啊，郭台铭董事长是商业大亨，现阶段他位居最关键啦。什么意思呢？他一个人的政治决定跟政治判断一次影响到两个党，影响到台湾民众党，影响到中国国民党未来立法院的生态跟权力平衡。所以呢，这叫做当初我就说过，这郭董的后发制人，但是是时势造英雄。本来郭台铭董事长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机会来了嘛。我相信郭台铭董事长内心的盘算，除了有幼童，还有像呢高鸿安，他们提供大数据给他参考嘛。为什么可见可不见？对不起，我现在握有呢最佳的议价筹码，是你们需要我郭台铭，不是呢我郭台铭需要你们。至少在绿的民进党板块以外的这个政治板块的部分呢，就让郭台铭有他的空间嘛，不论为中华民国也好，为苍山也罢。那我觉得这样选战到目前剩99天，我完全不知道也看不出来韩国瑜现在一场选战有赢的策略，还有选战的主轴。我不知道韩国瑜的选战策略跟主轴难道就只是仇恨说谎，不然就是蹭韩粉，再不然呢就是在讲口号。最新的口号叫什么？三支箭。我不知道，我知道孙大千告诉大家口号是什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勇气，我们要有包容。对不起，你还是想复制去年的这一切选举的模式。那么我觉得很简单，那就是韩国瑜跟韩正营，你太高估自己的能耐，你却太低估了台湾公民社会跟民主政治选民的素养跟理性了。
半鲁夫射穿云舰，韩国瑜说我们的支持度是非常非常强大，这是昨天他的出席叫做世纪领航翻转台湾，因为昨天是100天嘛，这个记者会里头他还特别强调，我们可以感受到呼吁支持者你千万不要沮丧不要气馁哦，要用手中神圣的选票来决定中华民国未来4年的命运。我们听听看他这场记者会是怎么说的，选票结构当中我希望幼童帮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穿云箭这个大动作你知道吗，成为网络最夯的画面，来看这个大现场。未来100天的选举从来没有这几十年来选举像今年这么肮脏过，抹黑到这种程度几乎是铺天盖地，而且是完完全全可以不顾事实的抹黑跟扭曲，从来台湾政治选举没有这么肮脏过，脏到这种程度，其实并不是我们台湾民主可贵的一面，反而抹黑下去是台湾民主可耻的一面，一点都不可贵，只有可耻而已。所以未来100天的选举我们团队都有心理准备，它绝对不会是风平浪静，一定是惊涛骇浪。选举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我韩国瑜被抹黑到这种程度，我还没有开口骂过一个人，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人，这是非常神奇的。为什么？不是说我们没有脾气，而是说我们希望追求更高的神圣的民主价值。所以未来100天希望人民睁大眼睛。他讲这些有公信力吗？他不是刚刚才骂我了吗？好，铺天盖地抹黑，他从来没有骂过人，是吗？是从来没有骂过人。来，刘乐彤。我想啊，这个是因为 TMND 应该是直接在台上骂的嘛，对不对？放马过来，应该我想我们大概台湾社会应该可以理解这样是骂人嘛，哈。我们应该不会觉得说讲这些话叫做我们是好好的在跟人家说话。那以后我们大概小朋友就讲话就是 TMND 放马过来这样子之类的这种对话，我想我大概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不过我觉得韩市长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虽然我觉得现在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不太讨论这个总统选举了，就感觉好像现在已经是1月11号结果揭晓，但如果说今天真的还希望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觉得韩市长这个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穿云箭会再出现。他难道不知道穿云箭其实是一个专属于韩粉的一个标志吗？他不知道除了韩粉以外，穿云箭是一个那是上海斧头，对，就我们不太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个穿云箭。功夫里面的周星驰的功夫电影里面的台词啊，这是一个被人家哭怂到被年轻人已经拿来当成笑柄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说今天的这个选举策略就只有巩固韩粉的话，我觉得今天这场选举真的会越来越僵。我不知道如果总统候选是越来越欢乐吗？不是，应该总统选举如果说总统候选人变边缘化，我都不知道那个选举还会选什么，所以才会有什么路线之争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总统选举就是跟立委选举一致的啊，所以他绑在一起啊，母鸡不强小鸡怎么会好，但现在看起来母鸡又可能它不存在，就不是生病而已，就会感觉让它的那个存在感很低的话，那今天这个小鸡又要谁来照顾？所以当然小鸡就只好走自己的路。但这个真的合理吗？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不是一个还没有到三输的局面，就已经我这样讲，帮分崩离析。所以我觉得韩正，那你们的郭粉呢？郭粉是怎样？我觉得就是现在气头转头还是含泪经营大局，含泪投给韩国瑜。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那天孙大千在节目直接讲了，我还不用我自己分析，他帮我分析完了。他说：“哦，年轻选票呢，就全部流到小英那边去了。结果那个中间选民呢，原来泛蓝的部分呢，可能本来一开始就没有办法支持韩市长的人呢，他就会处于观望的状态，最后甚至投废票。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孙大千说的嘛？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过去在郭台铭先出来选举的时候，原来我们的票源跟那个韩市长根本完全没重叠。那这一群票，原来不管我们选不选，反正都跟韩市长似乎都没有关系。所以我才会讲嘛，这不是一艘船什么撞铁达尼号去撞冰山啊，这基本上看起来大家开的就是不同的船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啊，到今天为止，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几次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了。这次的这个选举呢，后来可能到最后就演变成是一个小鸡各自作战的状态，就是看看说，哎，哪些选区的情况有
各个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选举策略。那你郭董要不要当外挂母鸡？这是一定会的嘛？我们现在不是国民党的外挂母鸡、那个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外挂母鸡是可以挂在很多地方的。哦，不是只有挂国民党的，只要邀请就一定去嘛，对不对？没有，应该这么说，我们讲了我们几个条件嘛，就是理念相同，对，理念相同。Okay, OK， 好，外挂母鸡，理念相同。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彼此不用见了。韩正也讲得很白了，我们也没有准备要见你们，好，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的选举策略应该叫自暴自弃、啊，自暴自弃，啊，是叫自暴自弃。所以三个月以来，全代会通过了这个韩郭的整合，等于宣告破局。那在内部当中又一波接着一波，只是说问题为什么会呈现这样子，都是韩郭于自己本身吗？我们看到昨天的川云健世纪首航这场记者会，网络好憨哦，还说。他因为他是扮演一个所谓的鲁夫来这个射穿这个川云舰，马上网络里头进行所有的哭手来温朗东。没错，为什么网络这么大反应呢？首先我们先从韩国瑜最近一堆的跳票开始讲起哦。首先呢，韩国瑜呢他曾经说白纸黑字才算数嘛，所以他选高雄市长的时候的政策白皮书，韩国瑜的官方网站第13项。其中呢，首先先看第一项，这项很少人知道，因为他写什么呢？他说高雄市政府定期要跟大型媒体合作，做一个高雄首富的实境真人选秀节目，其实就是抄川普当初的一个节目啦。这个呢完全没有下文，大家都忘记了，这个就跳票了。但最重要是什么呢？他说有个100亿的青年创业基金啊、哦，这100亿的话鼓励40岁以下的青年创业，白纸黑字写的哦。那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的话，有人问到说，哎，为什么这100亿？你高雄市政府说要30亿，是我说3亿，韩国瑜的态度是什么？啊，你不要在鸡蛋里面挑钢筋水泥啦！我们不是说你这个政策一步到位，只是有人在质疑说你在跳票或是执行成效不彰的时候，为什么韩市长是这用这种反对方式去回应呢？那接下来看呢，他说、啊、高市府投资30亿，结果只有3亿，达成率10%。然后呢，他说创投基金呢说是有20亿，哎，真的吗？韩市长说我是20亿是真的吗？在哪里呢？在高雄市会质询，就是韩市长接下来可能会请假的这个总质询哦。但现在因为他没办法还没请啊，所以说就让民进党的议员就去问他说这20亿在哪里？结果发现说原本预计募资70亿的部分只有3600万，实际到位的资金2367万，大概就是1/1000啦。好、哦，然后呢？结果就去问了这个青年局的局长啊，说：“哎，你说这个韩国瑜说这个20亿已经到了，那20亿在哪里？”结果就说：“哦，这个资金只是一个投资意愿，就是一个 MOU 啦，所以这个钱呢其实是还没有进来的，只是一个画大饼。所以接下来再去看呢，就韩国瑜呢，他当初又说：‘哎，我被他的财产爆出来，就说：‘哎，你怎么这么有钱？’就他说：‘啊，其实呢，这些都是选举的结余款，这选举结余款1500多万元呢。’”大部分都会用在高雄人的青年的创业基金都会捐出来，这个是在他4月29号联合报的时候新闻讲的。接下来在6月14号的时候，高雄市政府的新闻稿又再讲一次说他会捐钱，那个选举的这些补助款会捐出来。结果事实上呢，他就捐什么呢？他就捐了，在这个黄杰在质询青年局局长这个时候，结果呢就发现说，哎，韩国瑜你说1000多万要捐，就你捐了多少？捐了100万。达成的又只有10%，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青年局长他说什么？他说市长捐款的配置肯定有他的考量啊。那到底他考量是什么呢？是不是真的很爱这笔钱不想捐出去呢？为什么要跳票呢？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的质疑。当然网络上公民团体 We Care 高雄他就说，哎，这青年局长过去好像是连胜文那边的连家军啊，也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贵的这个家庭，那质疑说他是不是能了解真正的庶民青年人的一个心声嘛？那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韩国瑜他并不是说啊，这个局长虽然出身富贵，但是很懂得投资，他只说什么？他说他是福相发大财，很有福相的一个人。这样的人能不能说服青年人？能不能说服所谓的资信栏？我个人抱持了非常大的一个怀疑。所以接下来转到这个鲁夫造型啊，这个海贼帽，跟这个穿云箭。那其实从一个 cosplay 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打扮就非常不专业。除了这个帽子以外，其他部分跟鲁夫一点关系都没有。鲁夫还必须要有他的草鞋，还有他的短裤嘛，这个韩国瑜都没有在 cosplay 做到。最重要是什么呢？鲁夫呢，在航海王或之前叫做海贼王的这样的一部呢动漫作品当中，是一个努力对抗集权威权的一个英雄人物。也就是说他每去到个地方，不管去到空岛啦，到阿拉巴斯坦，他看到那边的人民受到压迫的时候，他就跳出来去祈祷。哎，可是国民党过去压迫台湾人民，白色恐怖，哎，这些韩国瑜怎么没有去检讨呢？还有过韩粉到处去出征，到处去霸凌很多的这个人民，为什么韩国瑜没有检讨呢？所以说网友呢就有非常多的哭手了。他说，哎，
今天不是礼拜四吗？你不是说平日这个拼市政，然后假日才选举，为什么礼拜四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就请假来这边造势呢？还说鲁夫的 gas 他一点都没有，真是侮辱鲁夫啦！啊，外表改变，没有心态改变，有人可以帮他做虎烂王的这个造型吗？自从这样一出之后，有人就说他是虎烂王啦，有人说他是白贼王啦，甚至有人说哦，因为鲁夫被叫做草帽，所以他就说是草包，这个草包王子跟草帽王子嘞，甚至还有人做一个很大的这个图，还是会配上这个日文，因为这是日本漫画，说他是白贼王啦。但是这样子，网友这样的一个哭手，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确实韩国瑜的政见达成率非常的惊人啊，最近这几项很多都不到10%。他去年的时候呢，说呢要帮很多中小学的一些高雄市中小学装冷气，结果只装了10%的这个冷气。农产的 MOU 当初闹得沸沸腾腾哦，很抵触农民，结果算一算之后发现大概只有7%的这个达成率。青创基金，高雄市政府原本要出30亿，目前只出了3亿，但只有10%。青创的企业捐款，号称呢这个会有70亿进来，结果他现在又说20亿，实际一查发现真正入袋的时候2000多万，零在4%。他说青创补助都要个人从自己的口袋里面，从竞选补助款里面拿出来，说呢要捐出来，结果他竞选补助款2600多万，然后实际上扣一扣他的贷款1000万之后，大概剩1000万，结果他实际上捐什么？他就只捐了100万出去，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个达成率，大家就不禁去思考一个问题了：他到底是不是他到底是海贼王还是白贼王呢？他是不是政策达成率永远只有10%呢？如果在这每一项政策上面，他达成率都是5%、10%，那我们不禁要问：他说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达成率是不是也只有5%？是不是有10%？他说保护台湾的这个主权，是不是达成率也有10%？这是非常多的很担心的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说，这个网络生态上面呢，会发现说，其实呢，在过去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呢，首先先注意到一点，柯文哲呢虽然一直胡说八道，一直呢对于香港的反中中又说那个是擦枪走火，引入了很多人，他们不断的炒作这个新闻的结果，他的声势还是最低的，基本上呢没有太大这个反应。所以粉红色那一条是柯文哲，他还是最低的。那所以说他现在慢慢在网络上面的声量已经很少讨论，即使他用非常偏激极端人愤怒的言语，也无法引起关注。那韩国瑜还是维持一个很高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新闻数非常的高，可是因为这个量表的计算上面呢，是把正面的跟负面的合并在一起算的，所以如果你进一步去分析，就会发现说，其实韩国瑜的负面声量，我远远大过于他的这个正面新闻。那你可以看到说，蔡英文总统在10月3号之后分享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有非常多人认同他这个说法，所以倾向于分享的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见解。那但是呢，这个网络声量看到这个粉专也去提到说呢，蔡英文在某一些部分的一些呢这个口误啦，可能也造成一些小小的这个风波。这个部分是他执政团队其实要注意，我们真的不要掉以轻心，要必须去小心去做。但是韩国瑜的部分目前看不到任何明显的正面声量回升的一个迹象。那现在网络上面的话，大家就在今天在讨论什么？就是黄昭顺的这个事情，就说怎么有个画面，他去参加这个台湾一国两制的这个研究协会啊，这个人士竟然出来选立委，国民党是不是应该针对这样的人开除他的这个党籍呢？当然黄昭顺也出来说，哇，这是假新闻。这件事情呢是假的哦，其实这个是移花接木，是假新闻呢，那就应该要提告啊。对，他这号称说提告，我不知道他告了没有。那重点是什么？他说这个是过去哦的事情，他只是去那边呢，这个去讲说哦，他呢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他是反对一国两制的。结果网友马上就找出他当初参加的影片，在这个台湾一国两制研究协会的开幕的这个场合当中，他上台很致辞，很开心的，这个很感动，跟很开心说这个协会进来高雄成立。然后呢，对两岸有很大的帮助。我试问一下，如果你是个反一国两制的人，有一个协会就叫做一国两制协会，你怎么可能会去帮他站台，帮他去致辞，然后很高兴他的成立？你就希望你甚至应该要主动去检举说，这个是背后有统战资金，这是不是有中国色彩？这些事情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都没有做到，包括韩国瑜在内，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哦，这个铁达尼号，其实我刚刚脑中一直浮现一个画面，就是说，铁达尼号最后男女主角里面，男主角挂掉了，女主角。活下来，是不是说韩国瑜是男主角，李嘉芬是女主角？然后这个女主角最后呢，还拿到了海洋之心这个很宝贵的钻石，然后就珍藏着回忆。这个海洋之心是不是就是一票30块的竞选补助款，总共可能拿到1亿多元？最后李嘉芬可以平安的拿着回忆去感念这个韩国瑜呢？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想我们明天就会知道了。你看我的画面里头也放了这2天的李嘉芬，因为今天一大早我看到他还马不停蹄在全国各地帮海。
韩国瑜因为在高雄没有办法全台去造势，全台也都看到李佳芬的身影了。来，我请教廖老师，从这样的一个态势里头哦，因为我看到国政顾问团的召集人张善政也特别提到，希望可以改变草包。那以国政顾问团来讲，国政顾问团到底你们要提出什么样的政策跟政见，可以改变韩国瑜呢？现在看起来整个形势里头，它好像都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哦。来，廖老师，我可不可以先从铁达尼开始讲起？哦，当然可以，因为每个人都在讲铁达尼了。是是，今天铁达尼，我觉得他刚讲说最后留下来是变成这个女主角，啊、对对对，是李佳芬。那不晓得了，因为我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家都说铁达尼船嘛，然后沈富雄我们也认识很久了，他也是蛮有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撞冰山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能力了哈。不过好，大家都讲铁达尼，其实我必须先特别讲一下，铁达尼船谁可以登上这船？那国民党那些人是开铁达尼 OK 承认，但是是什么人坐得上铁达尼？那是超贵的船，你要买一张船票，你看那里面包括他说女主角那都是贵族啊，那可怜那个男主角是因为没有办法买上票，是偷上去，然后去追着这个女主角，大家都记得嘛，那个追那个女主角的男生是贫穷的，是庶民的，是根本没有办法买上船票的、嗯、就是李昂娜，所以像李昂娜演的上铁达尼船上的这些人，不管他冰山怎么样，他们是一群有钱人，韩国瑜的支持者都不在船上，没有资格上船，都是穷人，都是庶民、哦、都是身斗小民、哦、都是只能看着船远远去的人，顶多有几个偷渡，最后呢还是牺牲的人、哦、那这一群人是韩国瑜的死忠之者、嗯、哼哼，他在现有的政治局面上沈大佬应该听这一段了，对，找不到出口。那我也可以这样说，现在郭董啊就跟那韩国瑜开不同船，其实韩国瑜是没有船可以开的，他没有资金，因为现在这为什么那些小鸡不找母鸡？因为母鸡没有钱，国民党也不给钱。至少有选举结余款，有2600多万，不是吗？2600多万根本不够一个立委选的。哦、如果你大家了解台湾的生态啊，这个其实都是行家。就是现金他会少吗？那这个真的是他的事情，但是这些钱也不够全国的立委国民党提名的，所以呢。可能我觉得郭董呢比较像是当初造铁达尼船的那个船东，他也不在船上，所以他有资格以这种船东的身份再去造船或者再去拉拢这些没有上船的人，那是他的选择。所以其实这些没有上船的人，从韩国瑜的角度，就是其实我们这些都 open 的，那有人给大家工作机会，大家都高兴，因为这些人等着工作机会。这些人不上船的人是最大多数，他没有蓝绿，他就是希望经济好，日子过得好，找机会能够有一口饭吃。那我所以，我讲这个铁达尼号，可能沈富雄搞错了。那韩国瑜这边跟整个他的支持者身基本上都不在铁达尼上，他就在岸上在看着人，他们在等机会的人。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都在骂国民党。我听刚才那个我们这个张雨韶讲的也很好，他说是不是好像已经结束了，选战结束，他说现在好像自暴自弃。我就想到大家都讲了吴敦义的算计嘛，哈，真厉害，你们讲的都很好，我真是都赞佩的万分啊。那不管你怎么去损啊，但我觉得吴敦义真是会算计，确实，那也让我想起来2004年哈，稍微回溯一点历史，那时候的国民党呢也是这样的乱七八糟，因为没选上嘛，阿扁还是连任成功，2004年、嗯，所以那时候国民党被形容成叫做《红楼梦》，像古那个小说《红楼梦》里面好像空有壳子一个大家，底下简直废墟啊，都快瘫了。然后呢，那时候的民进党被称为叫《水浒传》。108条好汉，每个哇都是勇猛哦，都是要登山比战。那时候呢，那个亲民党成立了，那个宋楚瑜成立了，那个亲民党叫什么呢？叫做，三国演，不是叫做那个西游记，因为就是一个唐僧带着几个人这样的啊。那看时代变迁，我觉得国民党呢，现在呢反而像水浒也不错，因为一个像是过去。《红楼梦》这种大家族，一个好像一个领导人物，以前叫《红楼梦》叫贾母嘛，哈，那他不像样了，然后各自去拼山头，这才是生机。就像过去的国民党一样，因为过去民进党一样，《水浒传》108条好汉，一个个简直是都是各自能干凶悍的哈，去打天下。那国民党其实要恢复到这种情境，他才可能有生机。如果照过去还是一个空壳子，一个党主席讲的所有都算，那这个党其实就。没有用了哈，那倒是现在的民进党呢，比较像《西游记》了，大家都护着一个小鹰哈，那底下是不是能够真的是多元意见啊？我看最近陈菊被柯文哲说得很凶了哈，不管大家同不同意柯文哲，我都听了还蛮爽的，因为我个人有些亲身体验。刚才我听我们这位年轻朋友说，哎呀，这个
韩国瑜的穿运剑扮演鲁夫，鲁夫其实在那卡通的意象里面他是反威权反集权，后你看看你自己的政党过去威权集权，他讲的是过去式，这一段时间你一定没有参与过嘛，好，过去国民党威权集权你还太小了，对不对？从历史书上面都可以，历史书上，那对不起，我们这种人物是走曾经亲身经历的，结果你现在如此麻木不仁，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首先我要纠正你哦，铁达尼号宿命是可以上去的，那时候杰克是在赌博当中赢得了船票，他在进入这那还是赢了钱，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他的仓房里面最底层的都是你所谓的宿命，是廖教授你根本没有看过铁达尼吗？还有出资的船东最后也在船上啊，你的类比完全错，我们怎么讨论呢？这团中还有另外董事长在外面，不见所有上去，因为铁达尼不可能容下世界所有人，也不可能是台湾所有人，他就是一部分。而且如果你觉得说韩国瑜他真的关心庶民的话，那我讲完可不可以？啊，这基本的礼貌差不多了，来，我只是请你维持也基本礼貌。我说集权威权这个时代是我们走过，你问姚丽，刚刚姚丽老师讲话的时候你也一直插话嘛，所以我现在也是补充你，告诉你说，如果韩国瑜真的在乎庶民的见解的话，是他是不是先把高雄庶民顾好？先迁不及先。高雄的农渔民、高雄的庶民都没有做好，你就要去选总统？等我先讲完。高雄又老又穷，那当然也有等我先讲完可以吗？立志要把它做完。来，我完全同意他，他本来应该把高雄市做好。那九个月时间来判断全部的承诺，那稍微也是急了一点点。是什么角色？他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才是主人。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当仆人？大家各自去想，是不是要一个是什么都他指挥，他领导，他在背后，你觉得这是好事？你自己想要一个什么仆人？这是每个人自己去想的。总统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人民才是主人。点出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我相信这个是在这场选战当中进入倒数99天，大家都要思考的。即使照道理，在现在的高雄市议会，尤其是让高雄市长韩国瑜，你可以就你的施政报告展现你的理念，充分的谈出你过去的一个政见跟未来的一个愿景，是一个翻身仗，因为有35分、36分的民调。都是在下滑当中，是拉大跟蔡英文差距，是翻身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好好去说明。你知道，在民进党的高雄市议会没有立党你，我从我的双框的画面你可以看出，在立法院，我们以立法院来讲，即使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对苏贞昌的施政报告其实是有意见的，甚至阻挠他。可是我们看到高雄市议会同样是国会殿堂，民进党高雄市议会没有阻挠啊，甚至应该。要让你充分的发言，那也让我们充分质询，让你充分的一个回答。但是呢，他要准时下班，他呢质询要抽签，抽签要靠运气，这是两个不同的国会殿堂。所以呢，如果翻身仗，你自己搭起的舞台你都缺席的，这样民调那呈现这种低迷的状况底下，韩国瑜应该要思考一下，你到底怎么面对你自己？那你嫌高雄又老又丑，事实上更多的一个资源里头掌握在你手上。我特别要举的是蔡英文总统在早餐会当中，他在南方澳断桥的时候呢，他早餐会里头怎么去下令？为什么？因为救灾英雄要求提前要达成任务。从画面当中你所看到，这过去在过去这段时间，尤其是60小时，宜兰县的南方澳的跨海大桥，因为在1号它所发生的崩塌断桥，那么因为阻碍就是唯一进出的航道了。那个时候有600多艘的渔船，都是为了避台风，所以呢，整个航道当然被阻碍之后，他们也出不去了。国军呢，在昨天早上9:23，他们完成临时航道的开关，整个一个开辟。为什么？苏澳籍的包括新金发68号的渔船，他抢头箱可以顺利通过了。在一旁的海军官兵，他们真的是欢呼鼓掌，松了一口气。从里头看得出来是什么？当时蔡英文总统呢，在早餐会里头对国安高层下命令，尤其面对国防部长，你看到这个就是国门桥，他要求国防部长严德发，就是说你全力搜救之外。
最慢最慢三天，在三天之内，尤其是在昨天傍晚之前，就要整个要开出辟出整个临时航道。国军足足是提前了6个小时完成任务。那这个航道开辟的同时，你看到海军他又展开水下作业啦，连夜去赶工啦，然后进行，因为航道水深有4公尺这么深，也临时搭起的就是当时所赋予的21个这个浮门桥，也发挥他应有的一个责任。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来中联晃？其实许多的舞台搭好了，就看你要不要发展你的能力跟实力，甚至你的想法。可是韩国瑜很显然都缺席的，为什么会缺席呢？为什么呈现现在这种状况？尤其在高雄市议会里头，连即将可能会赴美之行也是你抛出来的，为什么连赴美之行都讲不清楚呢？来看看高雄市议会的大现场，包括了姚老师，包括了中联晃，还有呢陈柏伟帮我们做解析。来看高雄市议会，请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目前没有请假的计划，如果有会跟议会报告。我想请教现场四位局部的这个李威、钟金水你们会跟进去请假你不会来备询，还是一样跟到议会来备询以及如果韩市长他因为选总统他现在要请假去跑选举，会不会因为市长不来议会备询，不来市府上班，而影响到我们现场四个局处的业务的推动跟执行？我们其实在分管业务上面有一个市长，我相信他们都会很这个。你会不会来议会备询？我们会来议会备询，也就是我们法定。好，谢谢。那副市长也会带领我们财政部门。谢谢李局长，好，请坐。我一定会在这里来。谢谢哦。那会不会影响你的业务？会。会啊，谢谢。今天会来议会备询，不会影响业务。谢谢啊。这个我们来备询嘛，市长应该是都会宣布市政跟选举我们开始。我们局长会来备询，我想我会按照市政该推动，那到时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一定市政不一定会到的，因为我们有一些像饭店的往年有一些像一卡费的，我们要去争取过，但是我一定不是跟市长说我这件事这样。好，谢谢局长。来，我请教钟联晃，为什么赴美行程其实也是韩国瑜阵营自己先抛出来了，包括也有可能赴日行程都先抛出来，为什么在目前为止现在已经10月份了，1月11号进行投票，就在下个月，为什么没有办法具体说明？你觉得为什么？其实以韩国瑜现在民调几乎固定落后在12-3%的情况之下，赴美访问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他提高自己民调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此行的准备够充分，表现得够好自然会增加选民对你的信任感。可是为什么到现在因为这个完全不合常理，除非11月初赴美这个新闻是假的，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假的，因为你如果11月初不去的话，接下来不太可能去了，因为你接下来马上离选举太近了，不太可能再到7到8天，加上飞机大概就要10天左右那以我们以前对于总统候选人赴美访问行程安排的了解一个月前是一定全部都拍板定案的，不可能说到现在还没有定案。那我的研判是，这一次安排的韩国瑜跟美方的见面的层级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他大概不太能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AIT 或美国的国务院对于台湾的总统参选，要经过政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到美国去访问其实他有所谓的套装行程，没有错套装行程这美国人也不会小鼻子小眼睛到说我押宝你，我就给你特别好或者我不喜欢你，我给你穿小鞋，不至于，基本的礼遇规格都有，但是这个在细节你可以看得出它的差别。比如说你到美国去，第一个你有没有到 DC到华府这是一个指标再来，如果说你韩国瑜去只是在西岸这个洛杉矶、旧金山、东岸、纽约、波士顿跑一跑，然后没有进 DC 那个就漏掉了第二个，你见到什么人，你见到的层级是什么有没有见到国会的领袖级的重量级的议员，国务院至少亚太驻青以上等级的人，白宫有没有办法见到国安会的资深顾问，或是主管亚太事务的主任级以上的官员这是一个指标还有最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见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同一个人叫蔡英文，他2012年选过总统，所以他2011年9月的时候有到美国去，然后2015年
九月也到美国去，两次都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还见完国安会之后，还被放话给《金融时报》，当时是他的竞选对手是马英九嘛。当时那一篇报道其实对蔡英文是很伤的，因为讲的就是两岸。那可能美国国安会官员对于蔡英文的两岸解释，可能还觉得听不太懂，不是太满意，故意放话给《金融时报》，稍微修理了一下蔡英文。哦，那一次见到了国务院的人，也见到国安会的，但是都不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他是约来外面见面。可是到2015年那一次呢，蔡英文进到了五角大厦、国防部，进到了国务院，进到了白宫，而且见到的层级比2011年那一次来得更高。同样都是总统候选人哦，这个就是在安排上，第一个，你有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去安排？还有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人脉跟这个管道去做安排？还有很重要就是说，你想跟谁见面，那对方愿不愿意跟你见面？当然，美国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就是我要什么层级，我要跟你见面，他有他自己一套评价的标准，但是大底上不脱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刚刚宇韶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在美洲贸易战的当下，请问你台湾你要站在哪一边？哦，这个时候我觉得美洲贸易战打到现在，台湾大概没什么不选边站的权利了。你要站在哪一边嘛？哦，还有未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化的时候，你看美国国防部都破天荒成立一个新增一个专管中国事务的助理副部长，所以你现在不能再用过去20年的美中台三边关系来做现在的判断。5G 都要问世了，你还在用拨接上网，那是跟不上时代的哦。那你在新的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因应？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大战略是什么？这个都是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美国人不会关心你台湾要不要发大财啦，那个不关美国人的事情。美国人关心的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嘛，哈。那美国人当然 AIT 他每天在台湾，他也不是混吃等死，也不是，你看也不是在混日子啊。我看我特别调出画面，对啊，我看到他8月20号，他有去拜访过韩国瑜，他专程去拜访韩国瑜。我相信如果赴美行程的话 ，AIT 应该居中会掌握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讯息。那我特别调出也包括2015画面当中，我们刚开矿也让你秀出来，就是同样那个时候也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那现在韩国瑜当然也是，他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2015年蔡英文总统在访美的时候呢，他当时获得了一个规格是怎么样？2015年5月29号，那个时候是担任民进党党主席哈，兼总统候选人，他有去 LA， 有洛杉矶，有芝加哥，包括 Washington DC， 包括纽约，包括休斯顿跟旧金山等大城市，前前后后有12天的时间。那个时候还陆续步入白宫。注意听哦，这个时候是2015年，他步入白宫、国安会，包括国务院，被视为是近年来最高规格待遇的总统候选人。他当时呢，以只是一个总统候选人身份进入白宫，拜会了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像是国安会，包括主管亚太事务的国安会顾问莱斯。他当时步入整个国务院大门时，还跟副国务卿这个布林肯这些官员都会面了，待了1个多小时才离开。我相信当时透过国际的画面，所以杨老师，我相当不解的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照道理，国民党在美国是有实力的。韩国也在上次的赴美之行，我看到还去了很多地方，也受到热烈的欢迎。除了 Poston， 你说你的 driver 因为什么迷路了，我就觉得蛮奇怪 ，driver 怎么可能会迷路？除了这个之外，让这个早餐会后来无疾而终之外，他也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为什么已经箭在弦上，他没有办法清楚交代？为什么不能够明讲这一次赴美行程呢？是真的赴美行程出了大问题吗？对美国国务院来讲，要接待这样的候选人，加分减分，他们是再三思量吗？是这样子吗，李老师？我想赴美的那个规格也好，接待的人员、地点也好等等，当然是历届总统选举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被观察的重要的指标。可是真正的关键点对于选举的影响，为什么每届的总统候选人只要不是现任的总统，他都到美国去按照这样子的规格去转一圈，就是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的中美外交关系、两岸关系，也就是台美中三角关系做完整的论述，好作为总统政策之间的一个比较，也作为美国对于观察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你要晓得，所以访美的行程变成蛮重要的一个行程，在过去以传统来讲，这的确都是因为这个背景，因为在它涉及到很作为总统职权非常重要的政策。那其实韩国瑜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啊，他应该非常把握这个机会，甚至于更早的来说明，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他这次去美国要阐述的理念跟主张。你要晓得，他现在在总统大选落后有几个很明确的现象。他这个落后的背景，你想想看，第一个，他是完全被蔡英文放生了。什么叫被蔡英文放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伤害、可以挑战蔡英文跟他站在一个层次上辩论的一个议题。他不管讲什么，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他说经济一塌糊涂，外交一筹莫展，就是喊口号。蔡英文根本不回，因为你没有提出经济，蔡英文的罩门在哪里？你没有提出经济，你自己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让大家一目了然、一针见血的政策主张，可以取代蔡英文现在的总统或经济政策？那外交上你也没有提出任何一点的，啊，新的看法、新的做法。那除了拿九二共识我们就不会失掉邦交国这样子的论述以外，几乎没有新的想法。蔡英文何必会去回应呢？换句话，蔡英文根本，你会发觉这次选举到现在为止，近三个月，蔡英文跟韩国瑜根本不对话的。他等于把你放生，因为你对我根本不具备任何挑战性跟威胁性。你没有对我的政策，你没有对我的主张，啊，对国家的发展提出一个任何一个，他有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根本不必着急，你就尽管讲你的。所以网民会自动的上，这是另外一个现象。韩国瑜因为他自己常常失言也好，或者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网民好热哦。对，对呀，非常热烈。像刚才你节目，像你刚才节目前的这一个唱歌啊，影片等等等等的，这些网民都，这些都不是民进党的竞选部队。这个有点像2014年选举一样，就是说连胜文做一件什么事情，网民自动上，我们根本不要做任何的事情。现在韩国瑜就遭遇到这种状况，他其实好像在跟网民在选举，他做一个什么动作，网民自动苦手的，自动跟他互动，然后蔡英文就他说我自己在边上自己选自己的，面对铺天盖地的这种抹黑，我都没有骂过人，就网民马上把他骂过的人把他整理丢出来。对呀，非常简单的，因为我相信蔡英文阵营的人还整理不那么完全，所以这就是集思广益网民自己的这个概念。所以这种做法本来，像这种比较重要的行程跟机会，比如说访美的行程，可以提出重大论述，能够扭转刚才我们所讲的你现在居于劣势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态势，可他都显然没有掌握好，他不愿意现在就爆嘴，他好像为了市议会太担心他请假。对于整个选票结构来讲，他打算都不要郭粉，千山我独行，2020总统大选，他打算这么走吗？台湾我去顾问哈，我来讲唔掉，你们帮我补充，就是讲，今嘛一家郭台铭，而且讲总统跟李伟哈，是安怎传播高最高，讲嘛虽然才，对，现在是几句话，几句话，今嘛是要是听有嘛哈，就是讲嘛虽然才嘛哈，不是你，就是各拜各自己的祖先，对嘛哈。小军有关于访美的部分呢，我有几点补充。好，你等一下哈，所以现在态势是安内嘛，对不？是不是安内嘛？当然，这个这点我不晓得怎么替韩国瑜的阵营来。对对，为什么你现在选择一条千山我独行呢？那你补充什么？对，其实啊，访美行程呢，之所以要这么细腻的规划，是因为候选人有他的需求，美国当然有需求嘛，所以这必须要干嘛呢？这必须要讨论嘛，就外交惯例上，而且这涉及什么呢？这涉及的是啊，竞选总部、党部还有外交部这三方的联系嘛。那以我的了解，而且我去求证过外交部跟啊国民党中央党部过去负责联系朱立伦行程的人都告诉我说，他们毫无知悉。外交部说呢，需不需要？因为有些外交行程，因为我们可以以小英2015年你去访问，因为有些是选举行程，比如你去朝见啦、募款啦、啊，哦，对不起，
这些东西呢，也要外交部来帮你折冲协调嘛。那有些是高度敏感的，像国务院啊、国安会这一种；有些是智库行政，因为小英去 CSIS 演讲，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嘛。到目前为止，外交部说不知道，现在呢，国民党的国际事务部说毫无知悉。所以现在呢，韩国瑜是要靠什么？以我的推测啊，他是要靠他的国政顾问团，大概是何时英何教授安排啦，大概就是做这个。那这就很奇怪咯，对，一个国政顾问团有办法去安排，本来应该是外交部，本来是因为党部国际事务部所能够负荷的事情吗？来，博伟来告诉我们，这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愿意点头答应韩国瑜新北市的竞选总部的主委呢？到底为什么？而今天他到辅仁大学跟学生卫冕了，他说了一番话，网络马上说，哎，你都不怕韩粉要出征要进攻你吗？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一句话，不用把它记得，因为这代志哈，做几行代志都好，啊，好好把这几行代志做好。阿妈跟你讲，不要每天进意识圈，唔好看这来，都看那外，那不好。戏别卡卡不得力。来，博伟怎么看？其实是看起来无针对性啦，但是伊的内容性应该是咧讲韩国瑜卖食我来看我啦。但是其实呢，我真来开始体贴韩国瑜，因为这个叫做众叛亲离啦。哦，用封闭的名义。啊，用做竞选的兄弟，吼啊，请一支穿云箭呐，吼啊，后壁挂国旗啊，什么招大家？我喜欢吃冷冻包子，好好吃啊！啊，这个物件人就会讲，啊，我外交部替你做这件代志，结果你出去做事，安尼我是安那要替你做这件代志？所以这做这代志和经验有关的，偏偏韩国瑜佫是一个足容易记忆无好的人，包括伊讲过乌石油啊、等等的，伊拢讲那那谁说的啦？哦，2020绝对不参选 ，Yes I do。啊，所以人就会讲啊，你这安尼反起反倒，我爱斗三工，我等下叫你吃豆腐嘛。所以去年的时阵，民调相关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是谁？朱立伦。伊含好友有做好无？有做好。所以伊至少伊嘛知影讲啊，这若等下去叫我食豆腐，去叫我割伊，我唔能，就唔能名声要败过。啊，美国的线，国民党上美国的线上好嘛是朱立伦啊。所以当然的讲啊啦，拜托的，咱 protect 猪呢？啊，你，我这正常轮啊，不正常语啊啦，卖甲咱国国甜做伙啦。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国民党伊至少吼，因为。郭台铭又出来啊！郭台铭又出来啊！从什么物件？因讲知识男、经济男，我感觉这个名词唔对，叫理性男又出来啊！啊，所以留落来的这些人，有一部分我那想要明哲保身，哦，尽量卖有韩国瑜叫用掉。因至少个希望讲国民党的扛棒会当留咧。啊，无你看我去年到这样时，为韩国瑜辩护的对起来无去红线吹破的，辩哪个讲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有他的想法啦，杨秋兴啦、王金平啦，遐过去改倒三江的，今全部拢嘛跳走。啊，你这个跳江那样。所以伊的个性是安那，伊其实就是一个细汉的，啊，伊即马开始咧做老大，啊，因为伊较早毋捌做过老大，所以伊毋知影老大要安怎做。你若看家己小天的，其实毋是真正做兄弟朋友咧个小天的，是遐老大的咧化细汉的化好行嘛。你若看即马佫徛伫伊身躯边的人就知影，所以韩国瑜知影人要利用伊，啊，伊有哪想要利用别人？伫即个过程人，我想要要互你细汉的利用，我袂嘛互老大的利用。这就是韩国瑜即马要拼总统的规个局势内底拄着上大的困难。但是即马保持的心态，我认为余少哥讲了无唔对。啊，得看会当无看的尽量搏啦。来，选战进入99天了，这段时间你可以听得出来，很多的政治人物说了很多话。阿姆哥，我们扪心自问，到底这些人，他们真的有心要帮国家做事吗？他们的说话负责任吗？他们真的诚实吗？说大话谎话，还是更多根本是粗话呢？真的可以成为国家领导人吗？你要是看到南方澳的跨海大桥，基层人员。怎么样尽心尽力？你只要看到台中的物流大火，这些消防人员怎么样奋不顾身，就是要测温度，哪里有大火马上进去。尽心尽力的人员都在我们基层人员，他们发挥就是台湾人的精神。有时候想想看，我们政治人物，你们说了什么话？你们良心过得去吗？那非常谢谢各位，我们再会。